观众错误了。运动员大逃杀。好的，运动员大逃杀。游戏规则相当简单啊，也希望大家好好加油。大家要先找到可以攻击的武器哦。哨音之后，比赛正式开始。我看，我看，多喝水有毒。等一下，你要喝完水才能去洗的。没品，这么大罐，千万别动啊！别人来你就不能跑。哇！我的宝箱是这个，保护当事人，遮住眼睛，混淆对方，什么意思？哦，遮住我的眼睛，对不对？现在 OK OK 好。包夹，包夹，包夹，好，包夹，包夹，包夹，好，好，包夹，包夹，小心背背，小心不要背背。过去看主位，过去看主位。你看我的腿。不要乱开宝箱。不是我，哎，小心 K 的那边。不是我，为什么？等一下，为什么？哎，我抓的是那个。小心，小心，小心，小心。嗯。到他没？等一下，哪里有袋子？哎，沙丁鱼。Sabino， 我的很难猜，你们不会知道的，你们不会知道我是什么的，好难哦。你又没有，你又杀不死我。我先看你是什么。你血啊。哎，不能拿你袋子。哎，他谁？郭哥他谁？郭建淳。大哥，我要救你啊！他踢我，他跳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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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吗？对吗？啊，进且错，写错了，他是郭姓淳 ，K 的淘汰。我写错字啊！你写错的是郭姓淳，不是郭姓淳。我写错字，太紧张了。来来，跟郭姓淳换一个，郭姓淳换一个。那你还没写啊？写到，写到，对吗？对吗？对对，有吗？没错。没错吧？我都知道，看我的我都知道。他们是集体行动。陈金峰、陈兴安跟那个张泰山，赶快先找下一个。卡不到。我的球，我的球，我想不起来他的名字啊！桌球的，桌球的，桌球国手，给我一个信就知道了。开了宝箱，裁判啊！什么啦？你要跟他绑在一起，来来来来来来，因为你犯规了，来来来来！哎，不要走啦，吵死啦！你妈妈哪里有宝箱？运动伤害，你先。这是好牌，这是好牌。好，讲得出来吗？很像萨基努，很像萨基努。谁啊？桌球的，桌球的，我想不起来他的名字啊。我的太难猜了。叫什么？等一下，我的大魔王。对不起，但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不知道的。你现在多跟我讲几个姓，卢
不是，周，不是，周，林，不是，陈，不是，就是出不来，就是出不来。黑色娃娃在哪里？我本来想要写王桌球，姓王吧？国歌复活！国歌复活！你说呢？复活机会？拿到起点，拿到起点。建哥那边真的有一个人可以复活？完蛋！那看到国歌是谁？哎，敲你敲到，不要太熟脸了。篮球，国歌复活！你要去看。哎，没错，是阿乐，等一下阿乐没死，没错，没错，他没死。来，贴上，贴，然后贴上去。哇塞！贴上，哇哇哇！你要小心，你要小心，你要小心哦，你要小心哦。来喽！对，被激怒的公牛。郭哥是林书豪，郭哥是林书豪，有啊，中了中了。哎，他到了。听完了吗？哎，我听到了，我听到了，听到了。厉害了，林书豪又淘汰了。好，现在还剩剩下主威一名。啊，主威。我不应该抽到这个，抽到跑全场。亮，谁？庄。亮哥，我想到，我想到，真姓庄，庄，庄什么勋？庄志勋，庄是，庄，哎，庄什么？庄。怎么会呢？庄，大哥，我先去找那个娃娃。你们都没印象吗？庄什么渊，对不对？庄知道，对不对？庄志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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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呦！庄知道是不是？庄志渊。哎，哇！跑！先到，来写。厉害跑，厉害跑。天哪，那个，有中吗？有，庄刚淘汰，快写啊！渊是哪个渊？那个三点水大渊的渊。哦，哎，你有没有看到比较屌的瘦的摄影师嘛？有没有看到？二来一，突然间变激烈了。大哥去帮，大哥帮，大哥，我有答案了，大哥帮，大哥，我有答案了，大哥帮。来，跑，一人一片，一人一片。哇！知道。啊，好累哦！辛苦了，辛苦了。